DHJ 嘅主音阿 Tim 同老婆杨乐婷一家四口生活幸福美满，更加不时会喺社交网站度大晒恩爱添。不过杨乐婷呢日凌晨突然就喺社交网站度写到 ：My husband cheated on me。未知佢口中嘅不忠或者偷食所指何事，惹嚟多方嘅揣测。而佢之后亦都有将相关嘅动态删除。我哋曾经就呢件事向杨乐婷查询，但系暂时就未有回复。